快出来了，先不要，先不要再动了，对。Thank you.
不如因為佢最會心嘅。你哋有分別嘅，即係冇啊，所以咪同一套咯。即係大家忙都係嗰種冇乜嘢。CB 出嚟啦，冇。我講完先答問題啊嘛。會答幾條問題啊？處長出咗佢嗰個。各位香港市民，今日係香港其中一個最暴力、最混亂嘅日子。我哋嘅社會元氣大傷，我諗我同香港全香港嘅市民對呢啲咁嘅行為都係感到非常之難過同埋痛心。今日出嚟大部分嘅人已經唔係想表達自己嘅信念嘅示威者，而係出嚟只有一個目的，就係蓄意破壞、主動襲擊警務人員同埋一啲市民，令到好多人受傷。今日港九多區發生咗好多暴力嘅事件，亦都發生咗好多暴動嘅行為、違法行為。呢啲受傷嘅市民包括有市民咧、警務人員、記者以及咧一啲暴徒。我哋對呢啲行為予以最嚴厲嘅譴責。暫時知道嘅咧有25名警務人員受傷，並且到目前咧，我哋已經係拘捕咗超過180人，涉嫌暴動、非法集會、藏有攻擊性武器同埋襲擊警務人員。今日下午開始，喺港九、新界都分別出現咗暴動嘅違法行為，呢啲有縱火啦、破壞公物啦。情況非常嚴重，大批嘅暴徒霸佔咗多區嘅馬路，喺街道上燃燒一啲雜物，有火堆橫跨多條行車線，有人燒燈柱，呢啲都其實係一個非常危險嘅行為，尤其係如果有啲火係燒到人嘅話，後果係非常嚴重，小則就毀容，大則就終身殘廢，甚至係死亡。今日我喺電視機前面亦都見到有一名穿著記者服裝嘅少女就被燒著，好彩咧附近嘅人咧幫佢撲熄，但係依個情況已經係非常非常咁危險。暴徒又破壞政府合署啦，闖入一啲無辜嘅商店去搗亂啦，將貨架嘅貨物掃落地下，打爛旅行社的玻璃，甚至一些銀行的櫃員機，亦都有縱火的行為。暴徒亦都闖入多個港鐵站，縱火焚燒雜物。有暴徒在大圍港鐵站大堂和荃灣站月台掟汽油彈，有輕鐵站的路軌被人縱火，多個港鐵站的設施都被打爛了。上述的情況在今日很多的地區都大規模地發生，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影響我們市民的安全和生活。這些還是否表達意見的一種方法呢？更在不同的地區，更先後有持不同意見的人士被一些暴徒用硬物、磚頭襲擊，打到瞓曬落地下、流曬血都不肯停止。在屯門有暴徒淋腐蝕性液體，令到在場多名警務人員以至記者都分別在面部、背部、手部、腳部多個位置灼傷。而同一時間，
啲暴徒亦都大規模向警務人員投擲汽油彈，同埋發動致命嘅攻擊。呢一切今日都係各大嘅電子傳媒都歷歷在目。另外，我亦都想講講開槍嘅事件。我哋喺油麻地同埋荃灣三個地點咧，都分別有大批嘅暴徒襲擊警務人員，包括用長棍、尖頭嘅硬物，甚至汽油彈毆打同埋掟向警察。有警員被打到頭破血流。喺呢三宗事件裏面，警務人員都曾經警告，但係無效，生命受嚴重威脅，迫於無奈係使用配槍制止暴力襲擊，做法是合法和合理的。其中在荃灣大河套的開槍事件，我們有同事被暴徒推跌，繼而有大批暴徒衝向圍住他來打，更有人用尖頭的硬物插向那名警員，其他警務人員嘗試去拯救他，但是被扔磚頭和石頭，亦都有襲擊他們本人。在場警務人員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所以向施襲者開了一槍。當時更有暴徒連自己人都不顧，繼續向受傷倒地的暴徒和受傷的警員擲汽油彈。其後在場警員隨即為這個是受傷的施襲者止血和施救，並且封鎖現場，防止正在急救的同事和那名受傷的施襲者受到進一步的襲擊。這一名中槍的男子是18歲，他左邊膊頭附近的位置受傷，他已經是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救治，送院的時候是清醒的。看到今天的局面，實在令我們非常憂心和痛心。我相信任何人都不希望見到其他人或者自己受傷，無論是警務人員、記者、示威還是示威者。在6月開始，示威活動的暴力程度不斷升級，我先後在不同的場合都告戒示威者不要訴諸暴力，因為暴力是解決不了的問題，而且是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在幾個月前，我們香港仍然是一個和平安寧的城市，但是幾個月裏面暴力就不斷升級，令社會失去秩序，令我們的關係撕裂，甚至令到很多人受傷。在這裡我要再次懇切呼籲示威者，如果你們真的有崇高的理念，是為香港這個美麗的城市著想，請大家冷靜一下，給一些空間社會平靜下來，亦都想想還是否要繼續永無止境使用暴力去達到你們的訴求呢？我們警方會繼續在這個困難的時刻盡心盡力維持香港社會的秩序，維護法紀，但是這個責任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希望市民大眾和我們一起努力，令香港回復平靜，重歸正常。多謝。大家，我聽不到，我聽。大家咁樣咧，阿處長聽唔到你嘅意見，你可唔可以咧舉手先？剛才我都向大家講過，現場的警務人員是受到襲擊，生命受到威脅，在迫不得已之下他是發出警告，而施襲者是沒有停手，所以他是沒有其他選擇才至使用他的槍械。為什麼不射手腳，處長？我不明白為什麼不射手腳，射心口？
嗱，可能大家都見過喺個網上流傳嘅一啲報道同埋片段。我哋當時嘅同事喺一個電光火石之下受到襲擊，係開槍去希望防止佢自己或者佢嘅同袍受到生命威脅。佢喺咁短時間作出個決定，跟住去向呢個施襲者開槍，所以我相信佢當時嘅判斷係佢認為最好嘅判斷，我亦都覺得佢係合理同埋合法。想問幾個問題，第一個，明明嗰個而家傷者佢係嗰個子彈係穿傷咗肺，同埋佢離心臟只有三 cm 嘅距離，咁點解你哋仲要去用話膊頭傷咗呢個講法？係咪想去即係扭曲到事實？係咪或者係想即係令個大眾輿論去走向另外一方？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個片段裡面見到好多嘅警察在場，其實都持有一啲係可以發射布袋彈、胡椒球槍或者係呢、這個用橡膠子彈嘅槍。其實有呢啲低致命武力嘅時間存在時間，點解仲要開實彈？同埋就係點解要咁近距離去向一個示威者去開槍，要衝埋去開槍咧？嗱，呢個第一個問題就係當時我哋唔係醫務人員啦，我哋冇 X 光機，我哋只係就佢個傷口係喺呢個膊頭附近咁樣講出嚟嘅啫。如果日後醫管局即係個子彈佢入嘅方向，可能係影響其他嘅地方嘅話，我相信醫管局咧或者係醫院方面可以俾大家更多嘅資料。我哋冇俾唔正確嘅信息，我哋只係能夠俾到我哋知道嘅信息。第二個，你俾我唔對唔住，對唔住，俾我答埋問題先嚇。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話，我嘅同事當時喺電光火石之下受到一個近距離嘅襲擊，咁佢當時就做咗個決定，因為佢覺得自己生命受到威脅，佢或者佢同袍受到生命威脅，所以佢係採取呢個行動。我哋認為佢都合理同埋合法嘅。而最後，近去射一個人係咪即係等於係一個蓄意謀殺嘅行為咧？即係對唔住，我第三個問題就係答呢個問題。我第三個問題就係個距離嘅問題。個距離唔係我同事決定嘅，係嗰個施襲者佢咁近距離企埋嚟。佢當時冇其他選擇，就只可以用佢自己手上面嘅武器去制止呢個行為。我已經睇咗一啲坊間嘅片段啦。我哋會好似你咁講，你話我點解會係唔知個傷勢就講個傷勢喺個膊頭呢？因為我哋只可以依一分鐘向大家公佈我知道嘅嘢。如果日後調查有分別或者發現其他更多嘅線索，我相信我哋會有進一步公佈。我哋冇落嗰個咁嘅命令，但係如果你話個別同事講過咁嘅嘢，我要翻去查一查。但係我哋不嬲用嘅使用武力、使用槍械嗰個指引咧，係冇變過嘅，一直都係咁。第二個問題，我哋不嬲都係使用同一個指引。當生命受到威脅，佢哋就可以使用適當嘅武力去應付呢個威脅。其實前幾日都有警員係擎槍向天開槍，呢個都做到驅散人群效果。點解今日唔做呢樣嘢？同埋如果要攞舉槍去指住一個人嘅話，點解唔係指向身體重要部分、四肢或者腳下咧？同埋我想問翻，今日除咗剛才荃灣講個槍之外，今日總共開咗幾多發實彈？開咗幾多發實彈？除咗喺荃灣嗰度之外，其他兩單係個詳細情況係點？同埋剛才所講話開咗咁多槍之後，之前係因為警員遇到襲擊啊嘛，咁嗰啲警員受到啲咩傷？嗱。你問咗幾個問題，這個係
呢個警告窗，開呢個警告窗咧，係要睇個環境嘅。即係如果環境係適合嘅，咁佢咪使用咯。如果佢個環境係用唔到嘅，咁佢咪唔用咯。咁當然啦，而家呢一分鐘好似你咁講，我都係睇完條片，覺得個同事嘅生命受到威脅，所以我覺得係合理同埋合法。但係佢個詳情，究竟佢當時個決定，我哋都會進一步調查。呢、這個呢、這個你而家咁樣問我，我冇辦法答你，因為我都未做調查。未答。今日開咗幾多發生？哦，係呢、這個咧，我哋今日咧已知咧係開咗六槍嚇。咁、其中兩個情況，一個係大河道啦，一個就旺角，大家都可能喺電視機面前。你聽。係。呢、這個旺角開咗兩個係向天開咗兩槍啦，大河道係開咗一槍。另外仲有兩個情況，一個喺沙咀道，一個喺沙田坳道，咁咧就係、是開咗槍嘅，咁咧就係、是、總共係四宗事件開咗六槍，咁就最尾沙咀道同沙田坳道咧，我嚟之前咧我仲未掌握嗰啲全部資料，但係我嚟之前知道咧就嗰兩宗咧就冇因為開槍而有人咧係受到槍傷嘅，目前我哋仲係整理緊啲詳細資料。如果我哋有咧，我哋會係即刻盡快向大家公布。沙田坳道係發生咩事？同埋你話頭先警員有即係開槍之前係有人襲擊佢哋，咁嗰啲警員最後係受到啲咩傷？哦，咁呢個傷勢咧，我都要即係佢哋睇完醫生啊，先有一個詳細嘅傷勢。我到時我哋有詳情會向大家公布。沙田坳道我頭先講咗，我嚟嘅時候淨係知道開槍嘅開咗幾多槍啦。同埋係冇人因為呢啲，即係目前為止知道咧，係冇人為呢啲因為開槍事件而受傷。咁至於個詳情咧，我哋整理緊，整理好之後咧，我哋會盡快公布。好，個時間係幾時啊？沙田坳道。我好似係下晝啊，但係我要即係進一步確認先得。我哋最後兩位記者，俾個黃色嘅先。Commissioner, three questions. What'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18-year-old who was shot by a police officer today? Will you be pressing charges against that teenager? And finally, was this a day of pride for you, this national day today? Your first question, the 18-year-old male was sent to hospital. When he was sent to hospital, he is still conscious.At the moment, I believe the doctors are conducting examination and cure him at the moment. So I do not kn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Maybe the hospital may give you more information. Your second question, sorry. Oh, yes. At this moment, he was arrested for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 We will conduct further inquiries and then,Once after the inquiries, we will decide whether we will press charge or not. And lastly, today, I'm set. Our National Day is supposed to be a day to celebrate and be happy. But unfortunately, some rioters choose to do all these sorts of criminal damages, arsons, woundings,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and various behavior, which are more or less equivalent to a riot offense. Almost demonstrating to the whole world that we are supposed to be proud of. Hong Kong is a safe city. That today is really sad for me. Today, we have conducted these operations relating to the amendment of the future FOO, the ordinance. It is already over 110 days already. Our officers are doing their job wholeheartedly, every day, over 15 hours every day.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protect the city and protect the life and property of the Hong Kong citizen. We are in a difficult moment, but we will remain steadfast and we will commit to our duty
to protect everyone in the society. 两个问题，我是新华社的记者。第一个，能不能还原一下当时警员面临的情势？比如说，我看视频上好像是那个受伤的人先拿一个棒敲到了警察的手臂，然后警察才开的火。能不能再详细的还原一下？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咱们的警员做出这样的反应有什么样的法律的依据？谢谢。我哋嗰个使用武力同使用枪械嘅指引咧，都系当警员受到生命威胁，佢可以使用適當嘅武力去保護自己或者制止呢個行為。當時嘅同事佢俾受到襲擊，甚至係有另外一位同事喺地下受緊其他嘅暴徒嘅襲擊。佢覺得自己生命受到威脅，佢嘅同袍嘅生命受到威脅，佢選擇去使用呢個槍械去制止呢個施襲者。我哋覺得佢係合理同埋合法嘅。而家目前我哋只係單靠個視頻，好似頭先有啲記者都問我：你咁快就決定喺喺一分鐘，我哋睇到個視頻，我哋覺得個同事係使用槍械係合理、合乎我哋嘅指引同埋合法嘅。當然就住呢件事件。梗係唔係單單就咁就已經係終結啦？我哋會去進一步調查，無論係開槍嘅事件，甚至係呢位施襲者佢究竟當時嘅行為，我哋都會調查。如果有需要咧，我哋亦都會係去現場再做搜證，同埋揾其他獨立證人嘅。